第三张心愿池，我来看看。 这个呀，老掉牙的剧目看都看腻了。那么多英雄戏，不如听我的，今天换一个。我们来演彩虹魔镜，我是赤焰游侠，你是被残像控制的游侠伙伴。不要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挨打？我才不要做坏蛋。而且上次拉钩盖章说好的，不让我当赤焰游侠的话，不陪你玩了。哎，别嘛别嘛，我再想想。 那我们换成深海急救，你是赤焰游侠，我是游侠伙伴，这样够公平了吧？坏小莫又想骗我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深海急救里的赤焰游侠中了坏人的陷阱，一开始输得好惨，所以还不是我要挨打吗？哼，你再这样欺负我，等小满老大回来，我要让他好好的训训你。 切，你像小满告状也没用，有小满在，你才没机会当赤焰游侠呢。至少不会总是被你打。啊，奇怪的大人和一只会飞的兔子。小满老大不在，现在是小梦老大。你要和我们一起玩？嗯，好吧，那你们也才笑好了。识别到新添加名称，兔子。 运算速度提升至百分之一百五，处理器温度90摄氏度、91摄氏度、92摄氏度。啊，好可怕的兔子！我在，别担心，一直向你处理器继续室温的城市已经写入了，马上就好。吸音名称：兔子已录入。 吓我一大跳！大哥哥，你是来找小满老大的吗？他不在这里哦。不过有重要的事情，大哥哥可以放心和我说，我会一个字都不漏的转告给老大的。小黎又在吹牛了。我们明明都好几天没见到小满了，根本转告不了嘛。不会的，我才没有吹牛呢。明天有老大最喜欢的英雄戏。 他肯定会来的。昨天有英雄戏，昨天的昨天也有。小满人呢？完全看不到哦。臭小莫，你走开了！别！老大喜欢和我们一起在城里玩，去剧场看英雄戏。 哦，还有就是，等秘密基地里去。检测到关键词，秘密基地。老大说秘密基地要绝对保密，不可以把位置讲出去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哦，老大确实讲过，他身体里的赤焰力量快要觉醒了。 马上就能和赤焰游侠一样，是大英雄了。哎，我看大哥哥也不像是坏人，这样的话，大哥哥，你见到小满老大之后，千万别和他说秘密基地的事是我说的。还有，记得要让他快点回来找我们玩哦。
为我所用。旅途中总是充满惊喜。是小孩子的声音，在那边。交给我吧。目标已确认。骨痛，无影随行。小心行事。哥哥，我这是秘密，但大哥哥救了我。哎，那好吧，我就只讲给大哥哥你一个大人听哦。我小满，共鸣力量正在觉醒，英雄系里的大英雄许多不都是能用出超绝无敌共鸣力量的共鸣者吗？我看戏里说他们有的一生出来就是共鸣者，有的就需要跑到好遍好遍的山洞里一个人闭关修炼，然后一段时间过后生痕出现，共鸣力量觉醒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剧情，所以这几天我吃好饭睡好觉就会跑到这个秘密基地里待上一整天，跟着脑子里能记起来的英雄们的样子学练功，等待唤醒我沉睡的共鸣能力。都没时间去看英雄戏了呢。没有。哦，不过我想好了一个新办法，赤焰游侠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使出最强的共鸣力，这叫共鸣突变。那我找到那个最可怕的敌人，和他战斗一场不就好了吗？那是个意外了，也不知道那些怪物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我要做大英雄，肯定要找比残像更强大的对手才行。可是，那大哥哥，你说怎么才能唤醒共鸣力量呢？当然重要了，有共鸣力才能做英雄，英雄戏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？没有一个大英雄不是共鸣者来着，当了大英雄我就能好好罩着我的小弟，什么都不怕了。再说大英雄多威风，每次英雄戏小伙伴们都只会夸奖赤焰游侠呢，我才不要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游侠伙伴。那我该怎样做啊？大哥哥快和我讲讲嘛。老妈也经常说这样的话。大哥哥认真一点呢，我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了。我认识一些英雄，他们应该知道成为英雄的方法，也许我可以记录一些他们的生活或者冒险，再拿给小满看。现实中的例子可能更有参考价值吧。哇，真的吗？会比英雄戏还要精彩吗？
那大哥哥准备什么时候把英雄的故事带给我呀？我要拉上小黎、小莫一起来。时间、地点，提示：宵月会。追月节当天宵月会吗？这样重大的活动，荆州的孩子们应该都不会错过的。而且距离追月节还有几天，我有些时间，可以为小满的心愿做筹备。那就追月节那天的宵月会怎么样？我会按照约定，把录好的故事带过来的。好啊，那拉钩盖章，不许反悔。大哥哥，我们宵月会见。那孩子的愿望我都听到了，成为英雄吗？虽然是小孩子，可有着这般觉悟与志气，就连我这样的大人都会自觉不如。因为保有一颗赤诚的心，所以心中祈愿也往往更为炽烈纯粹。不过如果是希望通过获得共鸣力量来当上真正的英雄的话，共鸣者的诞生条件极其复杂，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普通人与共鸣者间的壁垒，不得不承认，研究院当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颇为有限。若要从这个角度入手，起码在校运会之前，我可能帮不了那孩子太多。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想起我看的为数不多的英雄戏里的情节，赤焰游侠的英雄之举不仅仅是靠着共鸣力量达成的，勇气、毅力，还有不可多得、相互信任又相互扶持的同伴，这些要素缺一不可。而你想要寻找一个现实中的榜样，让那孩子了解更为真实的英雄，确实是个可行的做法。那么你想好这个英雄故事的主角是谁了吗？很不错的提议，令尹也是我一直以来最为敬佩的人之一，但关系到边庭，录制影像可能会涉及政密，我们需要事先拿到许可。宵月会快到了，时间上恐怕不允许。有勇气、有毅力、有担当，也有并肩作战的伙伴，即使强敌当前，也绝无半分退让。我想不必舍近求远，你就是那个最为合适的人选。仅是拯救荆州这一件事，就足以担得起英雄之誉，并且对待那孩子，你也不必刻意引导，毕竟真正的英雄无需扮演。就像你说的，记录日常，展现你最为真切的一面就好。盘古终端可以摄录下你平日生活的影像，我会事先把设备调试好，希望能帮到你。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，第四封心愿纸的解析需要些时间，解析完成后我会尽快联系你。宵月会将近，但愿月书屋里那些美好的愿望都能得以实现。
观行方可取势。
提高戒备。来看看先行欢迎光临先行公约周边商店。
本店实行积分兑。提高戒备。破局。战至。最后的机会还不能结束。斩。破。进前难蓄势待发，
观行方可取事。妈妈说，等到祈愿树快满心愿条的时候，也是宵月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许下的心愿一定能实现的吧。观行方可取事。
妈说，等到祈愿树挂满心愿条的时候，也是消愿。妈妈说，等到祈愿树挂满心愿条的时候，也是宵月会开始。